小车来啦！妹妹快起床去上学啦！上车坐好，去学校啦！妈妈也要开车去菜市场卖菜了。爸爸还在吃早餐，吃饱了，去农场喂小动物们吧。来到农场了，先拿点小麦给动物们吃，再吃点西红柿吧。动物们都吃饱了，爸爸要去警局上班了，换好警服，开上警车去上班。到警局了。你好，可以帮我开下门吗？没问题，您稍等。好了，谢谢您。把车开到警局里停好。再把杆子放下来。妈妈正在市场卖菜呢。有人来买菜啦。你好，我要买一个南瓜，帮我放到我的车顶吧。没问题，一个南瓜放到车顶。谢谢你，给你钱。好的，欢迎下次再来哦。又来了一位客人，这位客人在看什么呢？他拿了一些玉米。哎，你没付钱。糟糕，有人偷走了我的玉米，赶紧打电话给在警局的爸爸。喂，有人偷走了我的玉米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帮你追回来。请马上放下你手中的玉米，跟我回警局。你的玉米帮你追回来了。哦，太好了。回到警局了，掉个头，小偷下来，到房间里去好好反省吧。